显而易体行。这个点短一点，因为这里还有个错字旁，做一个拉开的动作。那就不要跟上面一样大哈，因为都有个错字旁，很容易就重复了，所以这个就要写略小一点，狭而。两个扁的，先来配上一个长的。哇，这字造型比较长，要上下堆叠。下一，哎，一提提可以写扁啊，因为它是左右的字形。张开缩紧，张开，他把这样就把下面那个斗字写完了。帅帅可以写轻一点了，那小一点，因为上面的笔画都还偏多，轻一点，小一点。拉长帅，彬彬。你就可以比上面的重一点啊，这样就不会觉得字虽然笔画差不多，可是它是有轻重的差别。平归归又是左右的啊，所以兵是上下的，归是左右的，左边跟右边。龟，龟带下来，王王就算了，不用写太大，加一点粗细，王。